我找了一块国产署经管的国有土地，想要做太阳光电发电设备使用，要怎样取得土地使用权？现在可以用标注的方式来承租土地。真的？哪里有规范可以了解呢？国产署的网站有国有土地配合设置太阳光电的专区，您可以上网查询，还有常见的 Q&A 帮您解惑。如果还有疑问，也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。什么是标租？国产署各分署会上网公告标租国有土地，厂商可以公开竞标方式取得承租权，标租公告及投标须知都写得很清楚。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吗？以投标设备装置容量回归金比率两者的乘积值最高的为得标厂商，并按售电收入乘以回归金比率计算年租金。OK， 我要申请。好，我帮您受理申请案。公告标租时会通知您，如果您申请标租的土地不能标租，也会回复您。好。您领取投标须知时会有专人为您说明注意的重点，您可以随时上网了解招标资讯，欢迎投标。谢谢。